此时此刻对我不好，让我不爽，我就忘了他，我就不记得了，我就不在乎了。他对我所有的付出都是理所应当的，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所以如果说你希望你们将来的生活过得很好，希望他确实是一个称职的妈妈，一个让你心满意足的妻子，一个人格完善的女人，一个左邻右舍都给你竖大拇指的媳妇儿，那你要教他学会感恩。那么第一课就是你要跟这个姑娘一起先来感激她的父母，孝敬她的父母，这是你在帮助她的父母继续教育她。因为没有办法，她确实太年轻，所以你还需要担负起这个责任来，好吗？好，谢谢。先跟爸爸妈妈说两句啊，只能说什么呢，找到一些有效的办法去尝试跟女儿沟通，让她慢慢的成长，同时也接受面前的这个现实，跟胡先生缓和关系，让你们一下子接受他是很难的，但是你只有通过跟他缓和关系，才有可能跟女儿做一个有效的沟通，这个是一个技巧性的东西，是没有办法的，您二位只能面对这个现实。我不知道您一个人的力量能不能带领两个孩子共同成长，组建一个重组的家庭，您能不能让这两个孩子之间处理好一个妈妈跟一个继子女之间的关系，我希望您自己也做慎重的考虑。就说到这儿。和你相差20几岁的这样的一个女朋友，她是个孩子，她还没有长大，她要懂得怎么样成长。他既然这么死心塌地的爱你，你不仅仅的是他的一个男朋友，要担负起这样一个责任，让他知道他的责任是什么。确实不是说谁现在对他好，谁就是他的一切。对父母懂得对父母的感恩，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补充一句啊，我对胡先生说，就是假如说你最后真的和甜甜组建了一个家庭，你要意识到，如果甜甜和她父母的关系不修复，甜甜永远都不会幸福，而甜甜不幸福，你们的家庭永远不会幸福。谢谢。然后呢，这边胡先生，甜甜在跟你对你爱的过程中，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那么如果你要选择继续和他爱下去，你也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就像你未来的岳父母，可能他不那么能接受你，可能会有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或者你会受到你认为的很多委屈，但是因为你爱那个女人的话，你就必须要接受，因为这个是爱他的父母。我想问问现在场上的三位，你们的诉求还有没有什么变化？首先我可以说吗？谢谢各位老师和嘉宾给我们的忠告，给我们的这个建议。我绝对这一辈子，也就是说这么多你们这么多老师，这么多观众朋友都在现场，甜甜只要她愿意嫁给我，我是娶定了她，是吧？也会对她一生负责，除非我不在世间，是吧？这是我作为一个男人郑重的承诺。而且我这个人一般说话还是说到会做到的，这个就是说你们不相信也好，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那个生活圈子啊，大家还是比较应该对我有所了解。好的，非常好，这是我们听到的现场的第一个承诺。我想那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再做一些承诺？